章子怡明星般齐聚飙戏，三大院校抱团对决，这档新综艺不一般。近日，有业内人士在网络爆出东方卫视将在五月份放出大招，主推新综艺《同学会》，届时群星云集，全国三大表演院校的明星班齐聚互相 PK， 打造高配版《演员的诞生》。据悉，这档节目将以同学会的形式让明星们进行班级聚会，同时各个班级之间会进行竞演比拼。全国三大表演艺术名校北电、中戏、上戏都将派出毕业生班级进行对决。六大极具影响力的毕业明星班将进行六轮重返青春的定制同学会，届时将有六场风格各异的明导片场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首轮将露面的三大明星班级分别是培养出了赵薇、黄晓明、陈坤、郭晓东等名演员的北京电影学院96级明星班。走出了章子怡、刘烨、袁泉、梅婷、秦海璐、秦昊等影帝领后的中央戏剧学院96级明星班，以及培养出陈赫、郑恺、江疏影等人的上海戏剧学院04级明星班。如此阵容令许多网友大呼，这岂不是高配版《演员的诞生》，光看阵容就很期待了。